是你眉峰凝起是万里愁云，这一世与谁相遇，悲或喜。英哥，我本不是泾河的人，是你好心救我，收留了我，让我在泾河安身立命。帮泾河是为了报恩，如今大恩已报，我与泾河从此便再无瓜葛了。战争的年代，生死就在朝夕间，因此我想不虚此生的火，魏军将在三日后处决王允，我决定去救他。我的前半生用于报恩，后半生将用来爱的。今日前来与你告别，后会无期。